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听完了师父所说的三世因果十二因缘，不晓得您获得了什么样的启示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也提到了，所以其实人生就是在受着祸业苦的果报。那么这个祸业苦跟十二因缘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师父，您讲那个十二因缘啊，谈到怎么样的断无明啊等等，让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收获。不过您上次又提到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祸业苦啊。您说人生就是因为迷惑所以造业是受苦，那这跟十二因缘的观念好像有点相通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就是十二因缘一定是跟祸业苦这是连带的，而且是呢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，不过把它分类了。我们人生的过程就是这一生来讲，就生命的现象的一生来讲，就是一个苦的结果。是。同时呢，在受苦的同时啊，又在造业。为什么明明知道受苦，为什么又要造业？那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，我们叫它作为活，疑惑的活。惑，对。也就是无明。因为没有智慧，常常有颠倒见。以苦为乐，以得为舍，以舍为得，都是颠倒的。还有苦中作乐，那像这种呢？还是呢，以无常为常，那都是颠倒见的。这个颠倒就是这种惑，惑的就是疑惑。这个疑惑实际上这个上面不一定要加个疑惑，这个惑字实际上就是一个烦恼的总名称，也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啊。因为没有智慧所以烦恼。是。因为没有智慧所以烦恼，又因为有烦恼所以造业，因为造的业就有结果，结果就是什么苦的结果。这个是呢这个人在这个生与死之间，在一生之中也可以感觉得到，不一定要通过三世的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是通过三世来看也更明确了。那过去式的无明而造成了这个造业，有了无明所以造，这有行为，有了行为就造业，造了业就是到这一生受果报。是。那是这一生受果报的同时，又有因为无明，因为无明，所以是呢，拼命的取，拼命的争取啊。这个取的里头啊，就有种种的取，又取的什么？取福报，也取呢罪报。那其实报是在未来，而不是在现在。它取是取的是什么呢？嗯，取的是义的一种啊，义的一种事实啊。比如说有的人造罪业，有的人造福业。造罪业我们讲就叫做十二业，如果是造福业呢，那就是十三业，修十三业就是福业，修十二业呢就是叫做罪业。哪一个十二业？十二啊，十个恶业啊，或者十个善业。十个恶业，十个善业，其实十个恶业跟十个善业是就是相对的而已。所以十个恶业的杀生，杀生，偷盗、邪淫、两舌、恶口、妄语、绮语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三个心理的。这个现象就是贪嗔愚痴，
如果是十善业呢，不杀生，还要戒杀放生啊，不偷盗，还要做布施行啊，布施，布施，不邪淫，还要帮助人家家庭啊能够和乐和谐，然后呢不妄语，还要赞叹啊，不两舌，还要叫人家能够和好，和好不绮语，不说那一些无聊的话啊，是啊，还要说这个非常啊正确的话，恶口，不骂人啊，不骂人，还要用啊种种的这个就是美言，嗯哼，那这个这是相反啊，是。那么另外呢，不贪，不贪，还有有施舍心，也要有奉献的心，不嗔，还有慈悲心，嗯，那不愚痴，还有智慧心，这个相加呢，就变成了十善业。十善业。如果希望下一生还有果报的话，那就是有漏的善业，有漏的哦，享受完了以后呢，比如说这个福报种了以后，下一生准备去接收那个果报，是不是下一生也可能几生之中啊，把那个福报全部享尽？有的人升天，啊，有的人呢就在人间，是。那在人间天上把福报享尽了，那自己又变成穷人，啊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我讲的，活也苦，为什么叫又叫苦？你造的种种善业也恶业还是苦，什么意思？造恶业一定是苦报。造善业，善业结束之后啊，果报结束以后，你又回到啊，是这个没有福的时候呢，又是苦的，苦的这个发生或者苦的显前，那么这个呢，还是这个没有得解脱。嗯，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所以从师父的开示里面，我们想到了一句话，就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不过呢，这还不是究竟，究竟的是我们要种无漏的福报。那什么叫无漏的福报呢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